我们大家看看这个月有亲戚是很冷的啊，就是这一点，这一点还不算太好，还不算太好啊，都是很美的。不过后面的朋友啊，好像没有传啊，传一下，传到后面看。你看这个，这是一般的这个日月星辰，你看这个还是非常精的啊。出台啊，那个各个大的出台啊，还是不一样。现在我们看着呢，有时候啊，这个上面有一点疙瘩，有一点疙瘩呢，因为它是胎体里头还有一点啊个别的沙粒，有个别的沙粒呢，就是它为什么它报废了，它这个。打掉了，他不要了，他就这个。所以我们在吃药一次能选的东西啊，绝对不是精品，是当时生产的工人的淘汰了的，不要了的，不装货的，打破了放在底下啊，放在底下。那么大家，请大家再看看，有没有看看那图，这样子啊？啊，这是一个墨汁啊，烧坏了，这是一个这个瓷。用这个月曜青瓷做的墨汁，做的一个墨汁名啊，墨汁名。那么他这个说是谁？其中呢，这个有一个的墨汁名啊，就写了一个王氏夫人。王氏夫人嘛，他有几个墨汁名，他有一个墨汁名呢。他说我啊也啊没有钱的置地，但是呢，我买了一块坟地，买了坟地在哪儿呢？在这个贡窑之北，在这个贡窑之北，他说我啊就买了在公窑之北，公窑之北就是那个公窑的南，这个公窑就在它的南边了，对不对？公窑在这儿，它的公窑之北嘛，在南边，所以在这儿墨汁窑大家一早就找到公窑了，就是现在的38号窑，现在的38号窑。那个到那去调查的时候，他那个船工啊，他让你去到那个公窑去看，那个时候，哎呦，这个瓷片的豆哟，非常的漂亮，拿火车装都可以。现在呢，慢慢保护起来了，而且呢，采的人也很多，所以现在可能啊，慢慢就少了。你看那个丁窑，117万平方米，那么大的窑厂的面积堆积，现在都小了，小的很小了。啊，这个啊，再往下，啊，这是一个啊。那么坛底的第二类呢，坛底的第二类就是精细，很精细，精细的坛，精细的坛呀，就是这个浙江地区啊，原来一些研究所的啊，一些磁场，还有一些磁场帮手之间，那么还有一些高级技术人员啊，自己办起的磁场做这个东西。那么他这个坛底啊很精细，但是他精细是精细，但是有点色调不对啊，色调不对，它的那个啊颜色的色调啊色调不对，啊，但是那个色调不对，色调不对呢，它有这个有点呢黄，有点是浅灰的，但是它发黄，烧得非常的坚硬，烧得非常的坚硬，硬邦邦的，烧得非常的坚硬，那么缺乏真品呢？那种细腻温润的感觉，也缺乏骨瓷啊老化以后的感觉，觉得很腥，觉得胎腥、蛇腥、原料的颗粒腥啊，原料颗粒腥，那么就是、啊、有一种火光未退的感觉，一种火光未退的感觉。这个火光未退的感觉呢，在那个啊，在那个釉层和胎体啊接触的地方，釉层和胎体接触的部位，你看到了。就是刚出窑的亮亮的火光未退的一个那种感觉，所以呢，他呢，但是他为了要掩盖他这个缺点，他就把它无法处理，那么就用油布啊来擦，或者埋到地里啊，这个时间长。那么这个有一个方面要跟同志们讲讲的，就是这个瓷器的，要他们做甲骨董的呀。他们喜欢把它埋在地，说埋一段时间以后长点虫茧啊。那么有的那个古董贩子呢，就跟大家说啊，你闻闻那个味儿，有那个什么土腥味儿啊，还有那什么古代的瓷器的味儿啊，他说这个。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这个，因为这个瓷器啊，它是铝硅酸盐，铝硅酸盐说穿了就是烧过了的盐水。烧过盐是无毒无味，没有毒也没有味，
那么就是埋到地里了，埋到地里呢，北方更没有，因为北方干燥，更没有味道。这南方地区呢，它地下潮湿，它也是出现一些味道。但是呢，你拿回来洗干净了以后，你放在屋里晾干以后，几天以后就没有味道了，几天以后就没有味道了。那么甲骨董啊，它什么时候为什么它会有味道呢？我这个方面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这是过去啊，我在故宫工作的时候，那个耿先生啊，耿先生因为他是古董铺里出来的，他用琉璃厂古董铺里出来的，他就说啊，这个瓷器有味，他瓷器有味，他怎么是有味啊？他就在这个瓷器啊，做假做出来了以后，因为他们过去就烧，所以做假了以后啊，就挖一个坑，挖一个坑把它埋起来。埋起来那个时候的人家都是为四合院平房呢，当学徒的最第一个动作就是替那个老板娘啊端屎尿盆，端了屎尿盆往哪儿倒啊？就往那个买瓷器的壳啊，就往那倒，倒了以后还得拌一拌，然后屎也往里倒，尿也往里倒，到了埋了一阵子以后啊，他就是长点的尿碱啊，什么东西，然后拿来一洗干净，这个一放一下，闻到就是有一点味儿，但是呢，因为它风吹了以后啊，那个屎味儿尿味儿啊就不是太明显了，但是总是有一点味儿，只有那个鼻子特别细心的人呢，闻出是屎尿味儿，一般的觉得有点异味儿。像我们这个有鼻窦炎的，那你糟糕，你闻不出来。所以呢，那么你去闻，所以大家闻味儿呢就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还有一种呢，就是说鉴定瓷器拉嘴舔，拉嘴就舔，没有也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骨酸硬的东西啊，它这个不常于拿够。所以你这个古代呢也不会留下来什么东西，那个东西让你去舔去。还有舌头是吃饭用的，它不是鉴定瓷器用的，你拿去一舔，舔一嘴大粪，所以大家不要舔。所以我以前跟人家说，我说不要舔，舔是没有用的，因为从科学道理来讲啊，这个舔是没有用的，闻也是没有用的，主要的还是靠观察，主要是靠观察。所以你们大家千万不要拿到嘴上去舔去，拿这种舔。啊，你是这个甲骨董啊，舔对这个传染病，像现在还有艾滋病的，糟糕了，你说。那么这个是这样，它这个有一种漂浮的亮光，啊，漂浮亮光。但是呢，有的呢，它埋到地里，还有用水，还有呢，用那个这个酸来咬，咬了以后再磨的结果啊，就发生了这个。目光就是它那个磨豆的光，这是因为它烧了以后啊，再出来的。因为我们这包括我们现在看的一个标本，那瓷片的标本，那个光是很温润，非常舒服，非常温润。因为我们这个幻灯片看出来，它那个光泽啊也是非常温润的，它也不是啊不是那个发射的那个光在啊，你看这个就是密室瓷。这密室瓷跟我们刚才那个带挖状的那个也差不多，这个就是密室瓷。这个密室瓷啊，这件东西啊，就是阀门室出土的。阀门室出土的以后啊，就是我们后来把它国家博物馆啊，通过国务院呢、啊，还通过文化部、通过文物局啊，三家联合啊，请他们调两件东西来。这件东西呢，因为它通过的是事件，浙江省博物馆呢，它的上级单位要一件，那么他自己留了几件。那么跟我们这个国家博物馆呢，历史博物馆博了两件，博了两件呢，他们舍不得。但是呢，在阀具当中有一件呢，那个民工不小心的这个镐头啊碰了一下，就掉了这么一块，掉了这么一小指头，那么一小块。那么他们就说啊，国家博物馆呢博这个瓷器啊，就说不应该博的有毛病的，但是当地呢又舍不得。还是把那个博了有毛病的，结果啊，我知道了，我说要，就要那个有伤的，那个有伤的，因为啊，它是古树之烧，不知道它的肉啊，把那个胎啊弄得黏黏湿湿的，看不到胎，看不出来的特征出来，它不是有一个破的地方吗？正好我们可以啊，拿放大镜来看它的胎体，所以这个歪打正着，对于我们研究人员来讲啊，破的比完整的还好。但是你们买东西的人呢，那就是好的比破的好，就是正好这个相反。那么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调过来的。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一些脏呢？有些脏的泥土啊，这个叫脏的这个东西是一张纸，它是包的纸，包的纸是唐代的纸。唐代当时唐懿宗啊，这个皇帝啊，他那个把那个东西啊供奉到那个
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的那个地宫里面去的时候，那他就要东西把它包起来，就用了他宫廷当时用的一张纸包。这个宫廷当纸包那个纸啊，上面呢有一个素描，就是唐代的仕女。唐代的仕女画，天哪！唐代的仕女画哪儿找去啊？你说，所以他现在有个完整的，跟这个找工人的也结不下来，所以就这个就把它怎么拿下来？这个谁也不敢去动它，啊，谁也不敢去损害它，把它照下来放大以后啊，还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一个重要、很宝贵的一个资料，啊，很宝贵的。很宝贵的资料，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就把它保留下来啊，一直保留下来。它每一件都有，这个唐懿宗啊，唐僖宗啊，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宝贵的东西放进来呢？主要就是一种迷信，因为唐朝啊，这个宗教啊，对他们带来很大的困扰。这个韩这个啊，唐朝的大诗人啊，写诗啊，就说这个国有资产，十有六七。归宗教的，国家的资产呢、啊，十个你得有六七个都归宗教，宗教的势力大得不得了。这个唐武宗的时候啊，就发生了武宗灭佛啊，把那个寺呢砸这个稀巴烂，把那和尚都弄去杀了啊，还俗啊。但是没有多久啊，这个又恢复起来了。或者是农民起义啊，也是唐朝政权呢岌岌可危了。这个统治者呢，已经失去了治国。管理国家的能力已经完全腐败了，而且腐烂了，就是他们寄托了在这个释迦牟尼上面。释迦牟尼这个舍利子呢，就把他请过来，就是把那个宫廷当中最好的东西，王公贵族所有的最好的东西啊，这个全力啊，就埋到这个地宫里供奉释迦牟尼。供奉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祈求佛保佑他江山永固，这个皇宫平安，就是消灾离祸。所以那个利益比什么都大，因此啊，一个啊密室吃算个什么金银财宝，都分不进来。实际上这个东西啊是个迷信，那么这些东西啊就放进来，因为这个地宫啊埋得很深，所以啊就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要重修那个塔，重修那个塔呢就挖个地宫打开看看，就地宫就发现了这个，所以这是。当时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之一，当时也被评为世界啊最大的一个考古发掘。这也是一个带着瓜篮的啊，带着瓜篮的。那么这是看右丞，看右丞呢还有一个方面，看右丞呢还有一个方面还是这个看右丞这一点里头，看右丞呢。这个最近呢，就发现了这个，一些这个日本朋友从日本买的那个月窑青瓷，那么月窑买去了，就跟我们刚才哪跟各位朋友啊看的那个月窑的一比几那个瓷器啊，那个一样一样的造型，一样一样的釉，一样一样的底子，啊，这个听我这个二师傅讲啊，在日本呢出现了打平，所以呢。他带着这个日本朋友到中国的访问，他进了一次，拿着眼罩让我看，没有看出丝毫的错在，啊，胎子、釉子、釉色、做工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啊！这个在这个考察的过程当中呢，我拿到让我看，让我考察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跟各位朋友编这个讲义呢，结果呢，我就拿到手上的一模。哎，不对，我找到破绽了。找到破绽，首先我摸它的口沿，因为这样的精美的作品啊，它的釉一定是非常好的。它的结果就发现了口沿就发毛，口沿地方发毛，有一种毛裂的现象啊，一个毛裂的现象。一个毛裂的现象，就是。有点粗粗拉拉的，哎，不是他这个，就像摸到那个竹子啊，把那个外面那种青皮啊去掉了，你再摸那个竹子芯儿，摸那个什么，哎，他就有那种拿手的现象，哎，这个在里面闭着手拿手使劲，把那釉面上摸下去，这个釉面呢，本来它没有疙里疙瘩的现象，它没有疙里疙瘩，没有那个从釉底下。那个胎体表面出现的沙粒它没有，但是这个釉是拉手的，
但这个是这个用啊，是哪首歌？就是啊，这个粗粗拉拉的，粗粗拉拉的现象。所以我赶紧呢，就把我手上的那个标本呢拿出来一比，发现了，就是这个假的。所以甲骨董啊出现的这个东西啊，就是造型也像，胎地也像，釉色也像，但是釉面出现拿手的现象，啊，也是出现拿手的现象。比如在摸到那个，把那个竹子啊，那个青皮去掉了以后，摸到那个竹子上面一样，它那个是假的，啊，它是假的。所以日本出现那一批啊，那个这个啊越窑青瓷啊，很可能就是假的，他们带走了，带走假的。后来我就啊告诉他们。啊，我就告诉我的孩子，说他那个是假，结果还是告诉他，但是那个日本人说啊，70%-80%还是真的。后来我就告诉我那孩子说，说他这个日本人呢，他是研究瓷器的，但是他处于对瓷器的绝对无知的状态，因为瓷器本身是一个整体，你不能说这个1%是真的，那个是假的，那个80%是真的，哪一点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真的跟假的是个对立面，怎么那个？它只要真一点儿，啊哦，它就是整个都必须要真；它假一点，它都是假的，它露出来假的破绽出来。哪有一窑瓷器烧出来以后，这一部分是真的，这一部分烧出来是假的？哪有这个道理啊？你对不起，或他那个，或他这人大概，如果他坚持这种观点，他永远不能入门。啊，永远不能入门。那次我刚才说那个，加拿大人也是，我说他的东西假的以后，他说：“哎，李老师，我这个可不可能50%是真的？”我说：“没有啊，你只要那个东西一个毛病出现了，你这个通通都否定了，啊，通通都否定了。除非是啊，古代有出现这个毛病，那么这个东西本身是真的，但是它那个缺点，但它那个缺陷者，但是其他方面它都是真的，它都是真的。所以呢，它这个啊，这个现象出现了，这个右面。”出现毛灭的现象，出现拿手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假的，那是假的。它怎么出现的这个东西？怎么出现的？它是放在酸里面去咬的，它放在酸里面呢，轻轻一咬，一下出来，就是使那个釉里头的那个光出现光泽的物质，拿加钙镁这个碱金属、碱土金属的物质被吃掉了，那么。啊，鬼铝酸盐的东西还保留在上面，所以它就出现了拉手的现象。它也没有啊，它也没有泡得很久。如果泡得很久的话，吃得非常的多，那它就发目光。但是它没有弄得很久，没有很多很久，它就是泡到里面，泡一两天拿起来，就是使那个光啊，使那个漂浮的亮光啊减少一部分，它也有光减少一部分，那么它就到这个时候它就控制了。那么这样的现象。这个加固的东西就露出它的破绽，这个恐怕还能看见。听说在那个杭州市场有这个，而且卖的还非常的贵，购买的话卖的非常的贵，有的呢还真的买，有的真的买。所以大家看那个除了看那个胎体以外，看那个釉的成色以外，大家呀要摸一摸，要摸一摸。你看我们这个瓷片。你看，在瓷窑里面，在这个像在这上林湖的水里面泡了那么1000多年呐、啊，那个生产，但是这是窑子里出的，你看它拉手不拉手？大家摸摸，光光亮亮的，拉手吧，除非这里有一个沙粒，你看其他的都是光泽也好，这个口沿也不毛病。你说这不是一个对照吗？这不是一个对照吗？所以你们呢，可能你们在接触当中会接触到这样的，它造型啊，造的非常的像，各方面都很像。但是你接触了这个以后，希望我们各位朋友你上上手，拿回去以后啊，你们一接触到这个就会明白出来。所以我说啊，哦，各位朋友啊，就是啊，你们呢、啊、这个学了这个课啊，学了这个课啊，要学到一定的知识，而且这个鉴定知识啊，也学的印象要非常的深刻，就像钉子打到你们脑子里面一样。因为接触了这个东西啊，你一摸啊，你就让它放下。如果这个东西啊，你看光泽很匀润，胎质也好啊，釉质也好，有根本没有那种实际感觉的生疏的这个感觉，那你就要考虑可以买进来。如果有一个现象让你发生矛盾了，那么你们呢就要考虑啊，我宁可不买，我也不是吃饭，我宁可不买。所以这个啊，
各位这个记住了没？关于柚子方面的这个缺点，记住了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看，那么再看几个幻灯啊，这个上午是一个啊，这个是一个这个五代，差不多五代时期的这个一个啊一个版图啊，一个版图这个。那么我们呢，还有鉴定的一些，还要看很多的幻灯。我们呢，这个到差不多11点多钟吃饭休息以后啊，我们下午啊再继续讲，把月窑啊跟大家仔细讲透。还有就是拿到的时候一翻过来一看就知道它什么时代，一翻过来一看就知道什么时代，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月窑的鉴定呢、啊，我们要跟大家仔细讲，啊，要仔细讲，好吧？我们上午就讲到这里。好，那李老师，问你吗？哦，他。那么第五一点呢，就是这个夹骨筒啊，它造型不像。又要秦瓷的碗盘钵一类的这个器物了，它喜欢用比较硬质的，你看比较性硬质的啊，就是你看这个线条比较硬的，它虽然是一个有弧度的碗，但是它现在还是比较硬质的，你看这形成的线条比较硬质的，这个弧度比较小的，这个弧度比较小的线条来构图。那在那个右下的这个胎体的表面呢，打磨呢也还比较光平啊，打磨比较光平。你看这个器物啊，它虽然是有朽寡，但是打磨的还是比较光平。这个从釉底下看出来，从这个釉底下看出来，上面它有这个打磨的那个痕迹，但是这个打磨的痕迹啊，用一句比较好听的话就是比较文雅。你看它这个痕迹，在它的痕迹啊，打磨的比较文雅啊，看到一点点。啊，但是手摸没有感觉，你看你拿手摸了，是不是啊？看那手摸啊，他感觉不出这个痕迹出来，啊，你看就看得出来，是不是这样？但是你摸啊，你没有这个感觉，没有他那个一类的痕迹。但是这个夹骨筒啊就不一样，夹骨筒呢，它这个线条啊比较摸上去以后啊，它那个棱线啊，一人，你手摸感觉到，哎，那个棱线非常清楚，这一层棱线非常清楚。你看这个呢，你摸着你感觉起来吧，好像没有什么棱线。但是我们呢，有一次啊，我在这个一个朋友拿来我鉴定那个瓷器，他呀，他说啊，原来你，周老师，原来你看越窑来讲，就是恰恰是它的暴露出来的这个破绽。暴露这个夹骨筒的破绽，它这个线条从他们称那个碗啊，它现在往这边收过来一点，然后呢，这个线条就一个手指头的一个一摸，不用摸，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大线条，这个就是假的啊，就是比较硬朗，就是幅度比较小啊，这个、感觉还是比较润滑。你看这个是吧？你这个光线感，看出来还是有这个，啊，你看这个是吧？有这个修改的痕迹，但是你摸不清楚，你修改不清楚，修改不出来，摸的不清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啊，他这个是，哦，这个没看，你们没看，啊，就没看，嗯，这些轻微的有点感觉，轻微的感觉，现在呢，它是一人，这个手指头月牙。一人啊，看出来这是一个。另外，它又是阀门，它又是啊，这个看出来是这个青釉，但是又是不亮，就是一种好像没有烧熟一样，那么一种阀门，没有这个玻璃釉的这个光泽，没有玻璃釉的光泽就会上当。这我说我根本没给你看过，我说我要看这个特征，我一定能看得出来，我就把这个给他看，我说我家里就有这个，对吧？就有这个，哎呀，他说真是，他这个再差一点都不行。到差一点都不行，就要出问题，就要出问题。像这些，因为现在是换灯了，因为现在是这个电脑里换灯，把它放大了。它这个在这个光线里头，如果真是看到实物，对着阳光看，也看得出来，修改的比较细。但是又照盖的时候，就外面很光平。这是我们啊鉴定月窑的一个特征。但是以后啊，我跟大家讲鉴定建窑。就是建窑的土豪展完全相反，建窑的土豪展的夹骨筒是没有纹理的，但是建窑的真的那个瓷器，那个纹理就是一刮，没有这个刮的纹理那是假的啊，有的纹理就是真的。所以各个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工艺手段不一样，效果不一样。那个我们到讲到进店建窑的时候，建窑呢，我那个去了很多次，去了这个啊、
去了5次，那么还有那个德化瑶也去了好几次，为了写一篇文章，为了写一篇文章呢，就5次跑到德化瑶去，这个就摸索啊，那个德化瑶啊，这个白瓷的演变和那个朱釉白瓷器的出现，以及何绍宗的东西，何绍宗以后的弟子的东西，还有那个福建会馆的东西，它那个这个区别啊，磨难会馆，结果写一篇文章写出来，5次哦，从北京到福建呢，结果得稿费200块钱，写了5年呢，先后有5年的时间那个稿子，写了那个稿子都抄了好几遍的，结果得了200块钱。好在那个时候啊，那个路费可以报销，那公家的，要是我现在不能报路费了，我上不去，或者是排出来，什么时候出现了啊？什么时候没出现，没有出现一点啊？多一点，再多一点，变化，一到最后，到秦朝是怎么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过程，那过程，但是它作为那一个杂志啊，一个重点的文章，重点文章，这个稿费200块钱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也这个算懒得要写了，什么这个？是以前那个。在我们伟大的一些毛主席的时代，我们不讲钱，什么都可以，无所谓。这是第5点，第6点就是这个配方不对。这个地柚子疏松，柚子啊稀松啊，这个柚的配方不对啊，柚子稀松啊。啊，那个文章今晚上我就回去找，要不然就找看，明天就把它带来。带来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里有同事啊，有那个福建会馆的那个东西，我把那个他那个文章我都认识了。那么他釉层稀松，釉层呢，它的上的比较厚，但是又不致密，釉质并又不致密，颜色呢也不正。那么釉底下面有很多油腻的气泡。釉的下面，也在釉里面有一些啊，看来好像是油腻的一样的气泡，就像那个鸭蛋清一样啊，就像我们打鸡蛋一样，那鸭蛋清一样，那个那么稀松。那我们的这个瓷器，那么它这个釉啊，无论是这个上的啊厚的，还是这个啊这个里面是上的比较厚的，上的薄的，它很致密，一点都不稀松。你看，这个绝对没有牙蛋清的现象，也就绝对没有像牙蛋皮一样的现象。它是一个比较凝厚的玻璃，一个比较凝厚的玻璃块，这个凝厚的玻璃块。那么就是这个。那么在这个再一点呢，就是这个凡是仿古的瓷器啊，他们呢下功夫仿那个瓷器啊。大多数是仿它的优点，而忽略了它的缺点。那么这个优点呢，是表现了那个时代的这个瓷器的美感成功之处。但是其缺陷呢，恰恰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因为它是历史文物嘛，历史的局限呢，给我们留下的一些信息，有很强的时代性。所以袁耀清瓷啊，这个底座的小笔呢，痕迹很清楚。假设没有这些削笔的痕迹啊，那么这个这些那个垫笔的痕迹啊，就粗粗拉拉的啊，有的炫批时留下的那个螺旋纹啊，有的弧光啊，就是暴露出来的这个弧光外露。现在呢，我们就跟各位啊，就是讲第8点，根据底足的变化来判断时代，根据底足的变化来判断时代啊。根据根据底足的变化来判断时代，也要清瓷。你看它这个底足是这样的啊，它这个底足呢也是这样的啊。那么根据底足的变化，我把这个底足的变化啊，跟各位朋友呢来这个画一画在这个图上。还有呢，如果他们今后出现的瓷器。那么这个口颈符啊底这些都符合了，但是那个底足它不符合这个标准，它不符合这个要求，那么它也值得考虑。比如说有的那个瓷器，它那个做成了一个初唐的造型，但是它那个底足是晚唐的，那它也
成问题了，当然了，他也成问题了。他张冠李戴呀，啊，张冠李戴。有的呢，他是一个这个晚期的那个这个底足，那么他是一个早期的造型，那他也不合乎这个要求。那么我们以碗为例啊，以碗瓶罐为例啊，那么这个月窑青瓷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好的认识啊。那么这个初唐啊，初唐啊，这个初唐的时期啊，初唐的时期，它那个底足啊是圆饼形的啊，圆饼形的底，这个已经不行了。这个东西啊，讲课的时候就是易用的就要关上，你不用就要它就要搬。就它那个出厂的时候啊是圆饼形的底足啊，圆饼形的底足。饼哪个饼啊？饼呢就是吃饼的饼啊，就是那个紫烧饼啊，圆饼形啊，就是我们用那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用语啊来比喻那个古代器型底足的变化啊。对，它是这样，它是那个比如说一个碗，它一般的时候那个碗呢，它口圆呢不是太张弛啊，不是太张弛，它是比较直一点，直一点，画一半。那么它这个底足啊是圆饼状的啊，就是个。啊，圆饼形的啊，圆饼形的底足，那么这个这是初唐啊，初唐时期的，初唐时期的啊，这个底足。到了盛唐时期呢，一般呢，它的那个啊。这个到了盛唐时期呢，一般呢，它那个碗呢都比较坦，有的呢它是比较直，有的它有硬形的啊，因为它比较直啊，它的碗是这样。那底足呢是这样，这个它有的挖的比较宽一点，有的挖的比较宽一点，有的挖的比较少一点啊。这是这个盛唐时期吧？啊，盛唐时期啊，盛唐到晚唐，这是呢，但是在说到中唐，应该是中唐啊，盛唐到中唐的时期啊，到中唐的时期，对吧？它这个有的呢挖的很少，有的挖一点点，那么有的挖的多一些。有的多一些，而且呢，它这个底部啊叫做玉笔底啊，玉笔底啊，或者叫玉笔形底啊，玉笔底一般简称叫玉笔底。盛唐到这个啊，中唐，那么中唐到晚唐啊，中唐到晚唐啊，一般的规律啊，中唐到晚唐，那么它的这个足啊，它一般的碗呢。要比较宽一些啊，叫玉环形底啊，玉环形底。啊，玉环形底。那么到了这个晚啊，这个晚唐到五代啊，晚啊，这个中唐到晚唐，晚唐到五代，那么就是啊，晚唐到五代呢，
晚唐，晚唐到五代呢，他除了这个玉皇帝以外啊，晚唐到五代除了这个玉皇帝以外啊，他还新一种族啊，叫金杯族啊，金杯族就是金杯啊，这个金杯底下那个族叫金杯族，那个考古工作者也把它叫金杯族啊，比如他一个碗。这个叫金杯形族，这是个族啊，这个族底下往外撇，族底往外撇，这个族底下叫金杯形族，金杯形族。那么到宋代，宋代还有啊，宋代呢就是全族，宋代就是全族啊，就直直的啊，就直直的全族。宋代北宋初期呢也还有，但是整个的宋代它都是那个啊全族。比较高啊，比较高。啊，这是一个圈组，这是一个圆圈，比较高啊，就这样的。那么你看看这个，接下来讲是这个，你看这个就是玉璧组，刚刚出现的玉璧组。就是盛唐啊，盛唐以后的啊，盛唐以后到了这个中唐啊，唐代中期以后啊，它的玉璧啊就宽了，以后呢它的主也挖越大越大，就挖成玉环族，玉环族以后呢它就成了那个金杯族，这个就有点金杯族，但是不明显，这个是不明显，它的金杯族是往外撇撇出去，这个呢已经到了这个北宋初年了，已经到了花纹也比较散了，叫北宋初年了。好，我们再看看幻灯，再看看幻灯。这个啊，再往下。啊，这是啊，这是那个，这是哎，等等，看是自己挑的吗？啊，这个是一个香薰，这个香薰呢，就是五代时期这个吴越王啊，乾元观里面一个国王，吴越王这个一个国王之一。他的墓葬里写的月窑青瓷漏口香薰，这个呢是那个绛彩，实际上不是绛彩，是那是金彩，它是叫金银饰陶器，用金做的彩，金掉了，留下了一个痕迹啊，留下了一个绛色的痕迹啊。像这些啊，它那个镂空装饰，这像这样的一个月窑青瓷呢，就是非常的宝贵的，就是国家的这个差不多定到一级国宝了啊，这样的东西啊，再往下啊。晚唐到五代，北宋初还有一点，但是呢，这个北宋初是啊全族多，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冠子，这个是晚唐时期的，啊，这是一个也是晚唐时期的啊一个横柄流啊横柄流，这个大家请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幅度啊，就是这个柄呢、啊，这个安呢很有讲究的。这个像这种晚唐时期一般啊，这个盛唐时期啊，或者盛唐初唐到盛唐，它那个只有这么长，这个流这么斜斜的啊，有一个斜口这么斜下来的，这个呢就到了这个晚唐了，到了晚唐以后它就变直了，变成流菱形，凡是出现流菱形的，这个六菱形或者八菱形的这个啊，这个流或者这种现象，这种装饰现象，那么这个就是晚唐到这个五代时期的，晚唐到五代时期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横柄，出现横柄呢，在长沙窑啊，在其他的窑，岳州也都有，这都是晚唐到五代时期最流行的，晚唐到五代时期最流行的，是吧？那这是一个魁口形的连瓣碗，啊，这个连瓣碗啊，魁口碗，这个呢是。这个是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啊都非常流行的，就是一般的这个，而且这个釉面呢它有一些锁釉现象
啊，都是这个颜色，这种带着草绿色，啊，草绿色。啊，这是一个五代的一个刻花的，刻的龙纹，刻花的一个龙纹，也是一个贵重墨上的出来的，它这个是雕错的，这不是唐代的，它是唐代晚唐啊，非常的非常的晚的。啊，这个是比较早的，这隋代的，啊，这隋代的，隋代的呢，白瓷也有，那么青瓷呢还比较少，这隋代的，它这个雕错的，很像。啊，这个是啊，这跟我们那个差不多，跟我们那个差不多，是不是？跟我们那个差不多，它就把它放大了，扩大了，对。你看这个是报废的，这个报废了，它的右面出现了窑毡，出现了这个窑毡，出现了就是那个罗渣。就是那个窑里头那个渣子挪到它上面去了，给又粘起来了，就促使它报废，那跟这个是一样的，很像。这是枕头啊，这是唐代的晚唐时期的这个枕头。晚唐时期的枕头的用途啊，主要还是寻葬用的啊。寻葬，它在墓葬里出现呢，它是放在这个纸人的那个枕头的旁边，它并不是枕到了枕头上，它就说人死了嘛，要安息嘛。那么要睡枕头，所以他们弄到这个枕头，所以唐代的枕头也是做的很小，就是做的一点点，就差不多十公分的样子，啊，明器是放在纸的边上的啊，枕头边上的往下。啊，这个是一个扣盒，这个扣盒，这个扣盒呢，以前呢是写有的写妆盒，有的写妆盒化妆的化妆品，但是有的那个扣盒啊，你说这么小还可以化妆盒。但是有的客户啊，大概有十公分大的，像这个货就很大。这干什么用的？你们说这个客户干什么用的？知道吗？像烟纸啊，烟纸，做烟纸哦。那，你那个烟纸啊，就是那个烟纸，擦那个脸，那个擦的一厚，有烟纸。哎，做桶用的啊，做桶用的。干什么？桶用。放桶。唐朝饮茶呀，它要品茶。品茶呢，它那个是那个茶叶摘下来以后啊，它是把它蒸了，蒸一下发酵，然后把它压成茶饼，把它压成茶饼呢，然后它那个知识分子啊或者朋友之间呢，他要你的茶好还是我的茶好，那么他把那个茶呀、啊、要在眼薄里面把它碾成粉末，就像一些日本饮茶一样，碾成粉末以后啊，然后朋友来呢就把那个茶叶盒啊放着，他就带在身上。那么把茶叶放在那以后，然后把瓷碗拿出来，在那再就连一桌茶啊，连一桌这个茶叶沫沫就放在这个碗里的，烧水，烧开水啊，不像我们现在烧开水、啊、烧的滚开的水啊来沏茶，他那个烧开了烧的这个现眼初开啊，螃蟹的眼睛，现眼。初开，就是螃蟹的眼睛刚刚睁开，就是那种，就是刚刚就快开了，到这就把那个壶啊，就把那个茶叶啊就冲上去，冲上去呢，茶叶就冒花啊，叫一种冒花叫茶花啊，就冒花。看你的花多，看你的花好，那么你就胜了。还有你的茶叶啊，在这个晚上留下的痕迹多。留下的痕迹多啊，你就是胜了；留下痕迹少啊，你就是输了。那么唐代呢，还不是斗茶，那个是等输赢，那到宋朝斗茶。唐朝呢，就是这个品茶，那大家你一碗我一碗，大家来。所以他呀，他这个形成一个社会风气了。这个社会风气呢，他也叫装那个茶叶沫，所以就做了这个盒子。因为有的盒子，你说做粉还蛮大，做铜镜又不够。做胭脂盒呢，也实在是太高太大，所以他就是做那个，装茶叶沫，然后把它装起来，然后把它布起来，放在他们的口袋大嘛，那时候放在走，怎么扶着走了一样，今天来品茶，品大家来，那么冲茶现眼初开，你看你的茶怎么样，我的茶怎么样？唐朝呢是品茶，到了宋朝就斗，就赌输赢，那就赌输赢，所以这个瓷盒啊是来装茶叶沫的。啊，是装茶叶沫。这个考证过吗，李老师？啊，考证过吗？考证过，这绝对考证过。有那个有在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的茶具》。我们中国到日本去这个办了一个茶具展，办了茶具展呢，其中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写一篇文章，是这个中国的茶具的发展。
那么其中就提到这个，我是呢写的这个中国这个饮茶风尚和瓷器的关系，也是一本书，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那个书上啊，都有这个考证，考证呢，那是有茶叶末那种，这个宋朝呢，就像这个越窑也有茶盏，还有呢就是那个建窑黑茶盏，济州窑的黑茶盏，那么它的黑茶盏呢就是比较多的。但是宋朝就有一个人，他不愿意用你这个，他什么样的那个茶叶末，我看他不好，就是啊范仲淹呢，他不听的，他泡散茶，他就搓一桶那一桶，所以泡散茶呢，从范仲淹开始慢慢就一直到现在，明朝以后，这个茶叶末那个冲料就不要了，就泡散茶，一直到现在我们是泡散茶。那个泡散茶呢，就主张要壶要小，就现在福建人泡散茶，那个茶呀，哇，那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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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水往里面冲啊，那个水呀、啊，这个茶叶那个缝中间，然后呢，大家来品，大家来品茶。那泡散茶，啊，泡散茶就讲究小壶，叫做这个味不涣散，香不耽搁，啊，叫散茶。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当时的品茶啊流行的。这个茶具照相，那这是啊，这是跟瑞士那个照相，这个到五代时期了，明代，啊，这个是鸡头壶，这是北方的。现在我们再跟各位啊介绍一下这个御窑青瓷啊，看电影，看那个电烧窑具，这个电烧窑具啊，这个底下啊，跟电烧窑具啊。它跟这个帮助我们判断的时代啊，这个电柄的痕迹啊，这个瓷器上的这个电柄的痕迹啊，电柄的痕迹。啊，电柄的痕迹啊，来判断时代啊，电柄痕迹的判断时代啊，这个呢，这个我们呢就这个帮我们认识它的时代。和辨别经纬啊，就会带来很多的帮助，能带来很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电柄痕迹，从小电柄的痕迹帮助我们判断时代，小电柄的痕迹判断时代啊。小电柄的痕迹呢？小电柄啊，小电柄的痕迹啊，从这小的电柄，小电柄啊，这个痕迹啊，判断时代啊，判断时代啊，这个小电柄痕迹判断时代。就是啊，我们不是讲了那个瓷器啊，它那个烧的时候啊，它那个底下要垫那个要垫一个小垫底，它装到一个匣钵里头啊，要放一个小垫底啊，就这个垫底，就这个垫底，这个底部是这么样的底部。那么南朝到初唐，南朝这个东西哪个朝啊？南朝到初唐，南朝到初唐啊。它那个呈那个圆球状，呈那个圆球状，啊，看，这个电柄痕迹是这样，里面是三个呈圆球状，啊，圆球状，那么这个初唐啊，这个啊，初唐到盛唐，初唐到盛唐，到盛唐啊。它这个电柄呢是蚕豆形状啊，到初唐到盛唐啊，这个不是那个南朝到初唐是那个圆球状，那么盛唐到这个中唐啊，它这个电柄的痕迹啊就是蚕豆的形状啊，蚕豆形。生长是蚕豆形状，就是这么样子。它这个在底部，有的在全竹上面，
有的呢没有全堵在这，全堵在这个啊底足在顶部，那么它是蚕豆形状，浮豆就四川叫浮豆，就浮豆形状，是吧？有的呢它靠近边一点，有的靠近这边一点呢，有的在这个边上一点，啊，都它都是一圈，它一圈。那就是啊，福四川叫福豆，福豆这个北京叫蚕豆。那这个我们这个浙江和江苏那边啊，那些朋友，你们叫什么？蚕豆。蚕豆，蚕豆，对对对，就是蚕豆形状啊，它那个形状是蚕豆形状的啊，蚕豆形状。那么这个中堂到晚堂啊，中堂到晚堂，到晚堂。它那个形状呢是松子形啊，松子儿，就是北京呢买的那个松子啊，松子的形状。排了一圈，排了一圈，啊，叫松子形，啊。那松子形啊，它是这一圈圈的一圈叫松子形。那这个中堂到晚堂啊，中堂到晚堂，那么它是豌豆形状，它是豌豆形。晚堂到五代，对，我也不懂。晚堂到五代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晚堂到五代呢就是豌豆形状。豌豆圆的，小圆的，就像我们吃那个豌豆啊，这个圆球，小豌豆的小圆球，是不是？它那个豌豆现在它是有根据，豌豆是圆的，豌豆是圆球的，它小。蚕豆呢就是比较大，蚕豆呢差不多这么大嘛，福豆也差不多这么大嘛，方方的。松子呢是尖的，上面尖，底下圆的，跟我们吃的松子一样。完全是小的。那么这个到了五代到北宋，啊，这个五代啊，五代到北宋，啊，这个五代啊到北宋，五代到北宋呢，它就是这个断条形状。啊，断条形状，啊，断条形状，这个，这条形呢，它不连贯的，一条一条的这种条形，那当这张是一起杀的。长条形啊，叫断条形状的。那么就是啊，北宋中期以后一直到南宋，北宋中期到南宋，一直到南宋到最后结束，到这个南宋初年呢，这个瓷器啊，这个越窑瓷器就没有，就消失了，消失了。这是原木的，哦，自动播放，是吗？哦，它。那么第五一点呢，就是这个甲骨文啊，它造型不像。